中央社记者尤凯翔台北二日电两厅院为庆祝满三十周年，特别与台北捷运公司合作打造行动两厅院列车，将巨脸红椅、黄色灯光、剧场天花板搬进淡水信义线108车次第一六节车厢，优雅的气息让都市步调慢了下来，优美的爵士旋律围绕在捷运车厢内，让繁忙的乘客不由自主跟着节奏摇摆。原本富科技感的车厢白炽灯瞬间转为昏黄，米白地板变得火红，蓝色塑胶椅则摇身变成华丽的巨脸红椅。北捷透过新闻稿表示，今年是国家两厅院三十周年，北捷与两厅院特别企划布置，将淡水信义线上一辆列车车次108的第一六节车厢打造成行动两厅院列车，今天起至明年1月31日间，要给旅客来趟充满艺术气息的搭乘体验。除了列车外，北捷至10月31日止也在中正纪念堂艺文廊捷运中正纪念堂站5号出口推出月艺30你所不知道的两厅院车站布置，并在捷运出口通道放置5张观众座椅，搭配特殊灯光，欢迎旅客停下脚步休息，让忙碌的思绪飞到两厅院中文清一下。106万1002